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我没打死吗？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，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好像我直接闪现，他死了呀！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卡米也会过来啊，这波。当然都给我就好了。他没魔法的，老办法行不通的。我操！吸取教训。如果你看起来还是更怕，我十秒大招。真的可怕。大打野，大龙。我不能守，我一枪砍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
操！还行，一波了，杀的人死了就一波了。没死吗？